亲爱兄弟姊妹，祝你平安！愿颂赞归乎咱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伊伫基督的内头，必赐予咱天顶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亲像上帝对创立世界以前，伫基督的内头拣选了咱，予咱伫伊的面头前真侪圣洁，无瑕疵。咱今仔日来仰望寻求上帝，但愿荣耀的天父上帝，咱的亲爱主耶稣。真理保惠师的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甲咱每一个人同在，咱即时来三脚陪伴心，咱用诗歌来阿乐敬拜咱的上帝。咱来唱两首闽南圣诗，第一首107首《救主欢喜的声》，第二首195首《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》。
三角来阿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俄罗斯的恩典，感谢你带领阮一撮蒙恩的家里，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阮为着是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站。愿上帝你即时也要来察看阮的内心，主啊，你看阮的内心有啥物恶性无？若有，求你来洁净阮。主啊，你要托阮的心有法通用圣洁的心来敬拜俄罗斯，托阮今仔日伫你面头前每一个人的敬拜，拢会投注的喜悦，祝阮感谢俄罗斯。但愿天父上帝，你来看顾保守阮今仔日这个崇拜会，你对开始到结束，你分分秒秒都甲阮同在。你托阮每一个人今仔日来到你面头前的时阵，托阮无论是讲的、听的，托阮伫主的话语的当中，一同是着栽培甲造就。一同是着圣灵的感动，托阮伫主的话语的当中，托阮有法通搁较知影，着怎啊行怎啊做，在投主的喜悦，托阮有法通将主的话语藏伫阮的心内面，来成做阮随时的帮站，祝阮感谢你，将一切荣耀、颂赞、权柄拢归乎你。阮安尼伫你面头前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咱今仔要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是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今仔日的经文只有两节的经文，只有两节的经文，咱三个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我阁甲恁说，若是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求什么代志？我伫天顶的父必确共因成全，因为无论伫倒落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迄搭就有我伫因中间。咱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，今仔咱接着这两节的经文，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同心合意祈祷，同心合意的祈祷。马太福音这本册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册。一共有28章，这本册里有记载了
耶稣的生平，耶稣的家谱，哦，耶稣的出生，哦，耶稣的童年，耶稣受洗咯，耶稣受试探，耶稣的讲道，耶稣的受死，耶稣的埋葬，哦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上天，最后这位复活的耶稣，按使徒们颁布大使命。今日咱所要分享的这两节的经文，相信也是咱大家都真正熟悉的两节的经文。咱知影天父上帝有应允咱，只要咱同心合意的祈祷，无论是啥物，咱伫天顶的父就必较要共因来成全。而且当咱真正同心合意做一个祈祷的时阵，主就一定要伫咱的中间。这实在是真正宝贵的代志啊！因为耶稣基督要予咱一个真莫大的应允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两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耶稣跟人说：“我阁跟人说，若是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代志，我伫天顶的父必较共因成全。因为无论伫倒落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迄搭就有我伫因中间。”咱即时先来看第十九节。即搭提到即个同心合意的求，同心合意的求，伫即个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两个人的祈祷祈求，就甲咱像和蔼优美的音乐上好。两个人的祈祷，如果要亲像音乐迄款的和蔼优美，就必须着亲像一个乐队的成员，先调好即个乐器，然后集中注意力听乐队的指挥，和每一个音乐声音的紧慢，或者是悬低，都有法通协调一致。同样的，咱的祈祷也是上好。如果咱要有和蔼优美，就必须要放落家己的意思，一同同心合意来祈求天父上帝的意思，要单单凭着这个天父上帝的意思来祈求。所以，这个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就是要体会参加祈祷的人，都着向上帝调整，以上帝的旨意来作为咱的心意。安尼，咱所祈求的代志，才会得蒙天父上帝的垂听甲成全。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上帝就一定要来感应成全。这予咱看见，上帝看重信徒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介于信徒单独个人的祈祷。两个人以上的信徒三甲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就必须着先将心灵向上帝敞开，和上帝将伊的话启示伫伊的内头，和上帝的心意来成做咱的心意。安尼，凡咱所愿意的祈求，就得到上帝的成全。伫这个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七节，安尼甲咱说。恁若常常伫我的内头，我的话也常常伫恁的内头。凡恁所愿意的祈求，就共恁成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彼此同心合意是祈祷得到答应的必要条件。第十九节，即搭甲咱说啊，若是恁中间有两三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代志？我伫天顶的父，必较要共恁成全，毋免人数多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就有够了咯。毋免立什么功劳，只要彼此同心合意，就会用你咯。因的祈祷，无论求什么，都要得到天父的成全。教会同心合意的祈祷，这种的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的，因为上帝必较亲自共咱成全。咱若同心合意向上帝呼求，咱一定会看见真多的神迹奇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看见无？同心合意一定会予上帝答应咱的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之所以会有功效，这完全是因为有主的同在。这完全是因为有主的同在。三甲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实在是真正重要的。咱大家人啊，各
个人的特技、个人的祈祷当中，咱会为着个人的需要，咱来为着个人所拄到各种无同的代志来献上祈祷，或者是安静默想上帝的话。那么同心合意的祈祷人，就是一群人在上帝面头前同心合意的呼求。同心合意表示真侪人伫咧祈祷时阵，这个心意呢是一致的。耶稣跟咱说过，若有两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，伊就要伫因的中间所祈祷，伊伫天顶也要跟咱成就。咱现在已经知影咯，上帝要来应允咱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伊要应允咱所祈祷。咱奉主的名聚集的时阵，伊就要跟咱同在。咱过来看二十节，即搭所提到的两三个人，这并毋是指教会全体的信徒，这乃是指教会内头一部分的信徒。搁说到奉我的名聚会，原来的意思，原来的意思啊，就是托被聚集伫我的名内。因的聚会毋是家己发起的，乃是托心灵感动的。因离开个人的看法甲个人的立场，因单纯的归属，并且连接伫基督的内头，因甲主同心合意，所以就会将基督显明出来，将天国的权柄甲伊显明出来。伫教会的内头，只有基督的名，无有其他的名；伫教会的内头，只有基督的代志，无有基督以外的代志。如果教会活出这安尼的实际来，属天的权柄就可以伫教会当中显明出来。这是十二诫的功课所带出来的果效。十二诫将教会将伊带入基督的权柄，也予教会会显明基督的权柄。即搭阁说到，迄搭就有我伫因的中间。即搭主要就是要强调主的同在。有主的同在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就够了。如果无主的同在，就算说是有一村的人，有一万的人，也是无够的。那么，什么是主会啊？主会就是信主的人，奉主的名聚集做一个，做主所要因做的代志。奉主的名呢，则是上帝眼中所承认的主会。奉主的名主会实意，就是单单要来高举主，宣告教会所有的一切拢是归入主。主会是上帝的心意。是上帝要所有伊所救赎的家人聚集做一个，来享受上帝的同在佮丰富。主会也是上帝家人的需要，主会也是上帝施恩的所在，主会同样也是人蒙恩的所在。每一摆当咱伫咧主会的时阵，咱伫基督的内头拢是合一的。伫主会当中，人佮人之间，无分男女老幼，也无分贵贱，也无分贫富，也无分肤色甲种族，因为咱伫基督的内头，拢是兄弟姊妹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除了着有这个个人的基督哦，咱也着搁，咱也是会做哩找一个人，或者是几个比较较接近的兄弟姊妹，或者是咱厝内的人。定期做一个三甲祈祷。对去年到这个今年的时阵，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，教会的圣工人也几乎都暂停了，包括这个探访也是暂停了。所以我就会常常用电话甲兄弟姊妹来联系，关心因的情况。咱有兄弟姊妹呢，伫这个厝内的时阵啊，因也是甲家庭的人三甲同心合意的，为着教会。为着家庭，为着无相的代志，来献上祈祷。当我听到兄弟姊妹安尼伫咧分享的时阵啊，我的心内真正安慰，真正欢喜。干哪只啊？因为咱一个人家己咧祈祷的时阵，咱有时会觉得咱真正灰心，咱祈祷真正单调。所以三甲做一个祈祷的时阵，可以坚固祈祷的意愿。咱有两个人，或者是三个人，同心合意，奉主的名聚集做一个，
往往更加会感受到主的同在，往往更加会得到也可以真实的知影主的同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做一个祈祷，比咱个人私下的祈祷搁较有能力，搁较有分量，搁较有权柄，因为安尼所得的果效也会搁较大。当咱讲到这个同心合意的祈祷的时阵啊，咱也来看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是第一个成立的教会，伊那是一个标准的教会，也是一个模范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伫千难万难的当中建成、成立起来。当初伫耶路撒冷只有几个学生，甲少数的几个姊妹。在迄搭维持主的见证，迄个时阵，犹太人拒绝主，希尼尼人也拒绝主，法利赛人起来反对主，撒都该人也反对主。这是逼迫因，罗马的官长也是逼迫因。按照人来看的话，是绝对无可能来成立一个教会的。但是咱看到，因有一个基本的优点，什么优点啊？就是因彼此同心合意，在这个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内头，有记载着十一个学生，以及几个军队主的姊妹，啊，佮有主的妈妈佮小弟，在一个楼顶同心合意的行切的祈祷，这个同心合意。予因的祈祷发生了真大的效果，来聚会的人数啊，慢慢的伫咧增加咯。对少数的几个人哦，一直到120个人咯。接着因又阁选出一个人来补犹大的无完整，然后五旬节到咯，圣灵降临充满因，大讲道大有能力，彼得一摆讲道就有。就带领三千个人来信主，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唔只是伫基督的代志顶彼此同心合意，因伫这个工作的顶面也是同心合意的。彼得迄一摆伫五旬节传福音，虽然只是彼得一个人伫咧做上帝的出口，但是其他的教会使徒们也是甲伊同心。彼得站起来时做。其他的十一个学生也一齐站起来，意思就是，因是完全同心的，一个人做的代志，也就是其他的人要做的代志。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也唔只是伫这个工作顶彼此同心，因伫这个生活的顶面，也是彼此同心合意的。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46节。甲咱说啊，因逐日同心合意，行切伫圣殿的内头，搁伫家中八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咱逐个人都知影，一时的同心是真容易的，但是如果若是要逐日的同心，是真恶真恶的。伫这个属灵的工作的顶面，彼此同心相对来说哦，也搁是搁较比较容易的。但是咱平常时生活相处做一下，要三脚食饭哦，却是真正恶的。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有法通伫各种各样的代志的顶面同心合意，因伫咧参详一件代志，因伫咧解决一个问题的时阵，因也都是同心合意的。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5章的内头，教会为着要解决这个割礼的问题，特别聚会。参详讨论，聚会了后，就找几个兄弟到安提阿等等的所在，解释因同心合意伫咧做这件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同心合意，就是因彼此同心合意。这个彼此同心合意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。蒙上帝祝福的条件，这个彼此同心合意，啊，就是予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一个甲咱像无可能的环境的当中，大大兴旺起来。今仔日同样，咱也是需要同心合意，
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同心合意祈祷的力量，这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祈祷的功效。即便咱是奉主的名，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就可以聚会了，就有主在因的中间了。这让咱看到人数多或者是人数少，都不是聚会的关键。上帝要在咱主日的崇拜会跟咱同在。咱现在伫厝内，伫咧参加崇拜主日的崇拜会，耶稣现在就伫咱的中间。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咱每一个人的祈祷，都可以达到主的面头前。咱敞开心思，耶稣基督就接纳咱。耶稣基督就进入到咱的内头。无论是一个祈祷会，无论是一个小组，无论是一个查经班，耶稣都要跟咱同在。只要有两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要在因的中间。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天顶的父就必较要共因来成全。耶稣同样也是要跟咱每一个家庭同在。耶稣同样也是要跟咱每一个家庭同在，因为伊是咱每一个家庭当中看袂到的人客，也是无形的主人。耶稣基督伊赐予咱日用的饮食，耶稣基督伊赐予咱健康的身体，耶稣基督时时刻刻都跟咱同在，耶稣基督时时刻刻都随听咱的祈祷。耶稣基督伊甲大型的聚会同在，耶稣基督伊也甲许个小型的聚会同在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也会伫一个家庭的崇拜会当中来甲咱同在。伫祈祷当中，所有一切的代志，耶稣基督拢会按照着伊家己的旨意，按照着伊家己的时间去成就、去解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真多的问题是咱人都无法通解决的，啊，有真多的问题是咱人袂晓咧来解决的。但是咱有一位上有智慧、有一位上有贴心的独一的天父上帝，伊会帮助咱去解决所有的困难。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，无论求什么代志，耶稣甲咱说，伊都一定会成全。上帝并无看咱的人数多，或者是看咱的人数少，上帝只看咱是毋是同心合意的祈祷。上帝只看咱是毋是有同心合意的祈祷。耶稣基督时时刻刻都甲咱同在，伊将咱对万人的当中选调倒来，将咱召集做一下，互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头，有法通成做一个大家庭。耶稣基督是咱的元首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兄弟姊妹，咱三个做一下互相关心，咱三个做一下互相照顾、互相带刀。咱每一个人做一下的时阵啊，欠彩会有摩擦，咱啊都有软弱的所在，但是咱拢是主的囡仔，当咱成群的。当咱坦白个，将咱心内话讲予上帝听的时阵，啊，讲予咱兄弟姊妹听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，伫圣灵的感动甲光照的当中，咱每一个人的摩擦就无阁是赫尔啊重要咯。咱会发现，问题的原因原来毋是伫别人，乃是伫咱家己。同时，咱也会发现，圣灵伫咱的中间做了人无法通做的工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教会需要彼此同心合意。上帝伫教会同工做复兴的工作，互咱甲上帝同工，甲伊合作。今仔日教会需要复兴，咱必须得先彼此的同心，彼此的赦免，彼此的相听。今仔日教会有真侪代志，就向上帝恳求；有真侪工作，就来推动；有真侪困难，就来克服。愿上帝让咱会彼此同心合意的来做，愿上帝祝福咱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看法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经验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主见，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思想。但是，当咱来到主面头前的时阵，咱就说：主啊，求你的旨意来引导我，我家己要顺服伫你的旨意内头。我愿意将我家己也融化，
我愿意甲别人来享受耶稣基督迄无私的疼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有法通成做一个会伫去软弱，会用真正的疼去疼人的人，互咱彼此同心协力的来甲上帝同工，复兴伊的教会，恢复伊的见证，愿上帝怜悯伊家己的教会，也祝福互咱每一个人。咱要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同心合意的侍奉。有的人，伊会邀请人来听福音；有的人伫聚会当中做招待；有的人发福音单张；有的人带领唱诗；有的人弹琴；有的人传讲信息；有的人做查经的工作；有的人去探望是会听福音的朋友；有的人陪摩托友担心，等等等等。大家人的侍奉都无相好，虽然咱大家人的侍奉都无相好，但是咱大家的心是拍做一片的，目的是相好的，都愿意上帝来怜悯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只要继续不断的同心合意，为着咱的教会祈祷，为着咱的教会来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全然的委身跟上帝同工，相信将来必定会常常经历圣灵大能的运行，咱的教会也可以成做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教会，咱的教会也可以成做一个祝福更加侪人的教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不但个人就有常常的祈祷，而且咱也着常常的到教会甲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，同心合意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献上祈祷。可咱托上帝的圣洁之爱、信良善、甲公义，来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内头。咱来领受圣灵的能力，伫这个心灵、家庭、工作、甲人际关系顶面，都经历上帝的祝福。当咱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咱大家人、咱个人、甲教会，都一定会经历上帝的大能。但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下，在今后的侍奉当中，都会同心合意，尽上咱家己的力量，各尽其职，彼此服侍，一同来服侍上帝，做好上帝的工作。圣灵必较要对天顶带落教会的复兴，必较会带来兄弟姊妹属灵生命当中的得胜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甲圣灵的感动交通，予众人拢会同心合意的祈祷，领受对天顶来的迄种能力，见证上帝的荣耀，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现在咱拄着这个真正严重的疫情，咱看说咱现在的环境是真正艰难，也真正复杂的。但是咱完全的相信，上帝必较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听上帝的人都得益处。咱就同心合意，恳求上帝坚固咱的信心，互咱的信心袂去退软弱退后，继续伫厝内咧聚会，继续伫厝内敬拜阿罗咱的上帝。同样的，咱也着同心合意，恳求上帝赐予咱有这个属天的聪明甲智慧。予咱知影，着怎样来应对这个艰难而又搁复杂的环境，予咱袂失去基督徒的见证，时时刻刻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。咱相信，咱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一定会望上帝的垂听，愿上帝的灵帮助咱，予咱会过好这个同心合意祈祷的生活，荣耀归予咱的主。咱最后呢，搁来将这两节的经文来三甲读两篇哦，将两节的经文来三甲读两篇。希望上帝的话语有法通时时的刻伫咱的心内提醒咱。咱三甲来搁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我搁甲恁说，若是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代志，我伫天顶的父必较共因成全，因为无论伫倒落。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迄搭就有我伫因中间。咱阁读这篇，我阁甲恁说，若是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代志，
我伫天顶个爸必较共因成全，因为无论伫倒落，有两三个人奉我个名聚会，迄搭就有我伫因个中间。愿上帝赐福伊个话，也赐福咱每一个人。咱三甲来阿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搁一摆借着你的话语来安稳显明你的心意，主啊，你托阮会搁较知影，主啊，阮这个伫这个地顶的时阵，阮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你就要共阮成就啊成就。亲爱的主啊，你要托阮来伫日常的生活当中啊，好好来结合这个同心合意的祈祷的生活。主啊，你要托阮每一日拢会来讨主的喜悦，让阮每一日真正会下你搁较来谨慎的来过生活。主啊，阮感谢阿罗哩，愿天父上帝，你要将主的话语藏伫阮的心内，来成做阮随时的帮站。阮安尼伫你面头前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陪伴咱的心灵，领受圣餐。圣经讲，要倚靠上帝的人，要带着清洁的心。咱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到上帝面前安静，来陪伴咱的心，来求上帝赦免咱的罪，带着清洁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圣经跟咱讲，耶稣收买迄一面，摕去饼，掰开分给伊门徒讲。这是我的身体，就是在家庭为您拍化，每摆您领受，为着要纪念我。这是咱当心来领受这个饼。因食暗了后，耶稣摕起杯，祝谢分给门徒讲：这是我的宝血，就是在家庭为您的罪流，每摆您领受，是为着要纪念我。咱即时同心领受这个杯，咱来相合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疼阮，你做我伫十字架顶为阮死，你做我献就家己，予阮每一位通得着罪的赦免。今仔日，阮搁一摆将家己带到你面头前，恳求你洁净阮、赦免阮，予阮每一位正做你的子儿，正做你的门徒。真多每一位伫咧为你活，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过来唱一首《闽南圣诗》186首，186首。天父，我知一生光阴，天父，我知一生光阴。随便给他们忙，免
就你的子儿带我这是三个来领受对顶头来的祝福。但愿天父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属主的家里，让阮每一日拢会过好这个同心合意祈祷的生活，让阮一生一世来讨主的喜悦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。交通平安甲喜乐，上甲阮每一个人，以及阮每一个家庭同在，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同心奉主的名祝福，阿明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今仔日崇拜会到这个所在，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人，祝福咱新的一礼拜，愿上加恩来上加力，下周日再见。